感情不和，比这严重。有了第三者，比这还严重。总不至于到杀人的地步吧？你要是不管，今天回去我就把这个畜生给杀了。 那我就求你帮我一件事。这人我没算过呀。谁也不是整天杀人。不过我帮了你，我能得到什么好处？我就跟你干那事。如果能干那事，就杀人也成。这次名单。要杀这么多人啊？没事，能杀一个是一个。人不用你杀，你就负责帮我摁住他。 我投诉他，我爱这样子，爱这样子的人是我，与你无关。